星际制造所，我是星际制造所所长亚伦 MP。 好，疫情改变了你我的生活，让我们长时间口罩不离身，还有我们的彩妆、餐妆、空气污染等等，紧凑忙碌的生活造成我们肌肤非常巨大的压力，都让我们的肌肤面临很多的挑战。因此呢，化繁为简的这个心态师呢，是我们接下来要介绍给大家的。一切的保养从清洁开始 ，Beauty Player 星际制造所还原你的素颜美实力。BP 打造内元宇宙的虚拟空间，经历清洁、紧致、修复三道程序，让你重新找回素颜美实力。第一道呢，极透净肤清洁面膜，独创的木素杆菌培养生物纤维面膜，0.44 mm 的细小纤维，新肌肤让清洁更达深层，清除老废角质，毛孔彻底代谢，加强我们保养品的吸收。那第二道呢，顺亮紧致清洁面膜，清洁紧致亮白，三效合一，提亮肌肤，抚平细纹，提升轮廓线，改善疲劳，克服初老肌。第三道呢，新肌焕能发光面膜，你的肌肤保养品净肤啦、传导啦、修复防御一片搞定，科技石墨烯布膜有效导入，搭配强力的修复精华，15分钟会提高所有的保养效果，加强我们的肌底，提升肌肤防御力。清洁、紧致、修复三道程序，只需要简单的步骤，让美变得更轻松，像换新肌肤一样。与星际制造所一起制造更完美的你，找回你们的素颜美实力。当然啦，除了我们外在皮肤、外显皮肤之外，我们的身体也需要非常多的保养，也有很多的脏污需要维持、需要清除。Lazy Tree 严选多国的专利成分，像非洲芒果籽，还有我们的可光甘肽，还有口服玻尿酸、胶原蛋白生态 BCAA， 都让我们可以维持美丽、饱足感、自信，迎接新的生活。Check 你的美丽，我是星际制造所所长尼亚伦，轻松快保养，蜕变全新的你，还原你们素颜美实力。谢谢。尖叫声在哪里？之外，我们最重要，今天也是我们的星际制造所的面膜代言人呢的发布记者会，我们也邀请工作人员为我们递上我们全新的面膜包装哦，也邀请亚伦来跟大家好好的分享一下。到这一次呢，我们的面膜全新的包装设计哦，看得出来很简约而且很时尚哦。那当然有三款的面膜呢都有自己的 icon， 也请大家都可以好好的来期待一下。经过呢亚伦的推荐，那待会也要好好的跟大家分享到底怎么保养可以拥有完美的肌肤，拥有你的肌肤美实力哦。好的，那哪里需要再补一下我们的画面的朋友哦。好，除了面膜之外呢，最重要是我们真的很开心哦，在 Beauty Player 爱美玩家这个算是再次的跟亚伦来合作，最棒的 MIT 我们的天然美妆保养品牌，就要邀请到真的是最棒的三七男神，而且在我们的网络上有非常超高的人气，希望这一次呢 Beauty Player 再次的跟亚伦来合作，都可以再次的来擦出非常亮眼的火花。来来来，还有没有哪边需要补的各位？跟大家拜个年，大家新年快乐。对，而且很重要是因为才刚开工，刚开工而已，又听到这个再度的代言，你心情怎么样？好兆头哎！心情当然很好，因为我觉得能够在新的一年有一个新的开始，是成功的一半。因为对我们来说，其实最重要的还是带给我们的消费者更好的产品，没错，这才是我们再次续约能够想要达到的目标跟未来这样子。
对，而且我们知道，其实雅人之前呢，在使用面膜，在这一次我们要全新的来，不管是包装上面啊，还有包括像刚刚健讲的，希望可以舍去这些很繁琐的流程，目的就是希望可以让肌肤有回归最原始的需求。所以你自己在使用这款全新的面膜的时候，有没有什么心得可以跟大家分享？刚刚其实卷讲的很好，就是因为我们现在时间不多，大家都很忙碌，尤其在后疫情时代，大家都很拼自己的事业，是很照顾自己的生活。那保养的时间呢，如果能够更化繁为简，就是我们最需要达到的目标了。是，那如果能够有小小一片面膜就可以搞定我们所有生活上面基本的需求，包括让我们的清洁做到彻底，然后让我们的保养精华能够进到皮肤里面，提升紧致以及亮白，这是现在所有年轻的消费者最注重的这几点。嗯，对，那你自己使用起来有没有特别觉得哦，哪边变得不太一样这样？其实我也不用多讲什么，我只要把我自己站出来，大家就会知道这个效果是什么。哎呦，各位近看真的零毛孔，好吗？我们希望所有的好朋友也可以自己亲身的感毛孔，应该是外星人啊！哎，对，小毛孔，小毛孔啊，对，清洁的，对，是，所以希望大家都可以呢去感受一下，在我们这一次心机制造所全新打造这样的面膜，对，化繁为简，好吗？好，那最重要是，哎，最近情人节要到了啊，这么快吗？哎，对，你知道今天都已经二月几啊？二月十号了，哇塞，再过没几天，2022年又到了二月，又要到西洋情人节了。OK， 有没有觉得要推荐一下，会是不是敷面膜，自己彼此情侣敷面膜也会增进情趣？其实，在自己的小房间里面，小房间。是互相在同一个时间来增加一点点这个情侣之间的空间，对，然后稍微休息一下，不要整天只会看电影啦，看 Netflix 啊，或是打游戏啊，是有的时候呢互相一起敷个面膜，聊聊小天也不错啊，搞不好聊更多的情感出来，对，聊到去结婚，哎呦。是，哎，重点是你知道吗？最近离婚的事情太多了，这样好吗？亲爱的，好。但重点是啊，其实你就像你讲的，我们互相敷面膜啊，对，自己彼此看也开心吧。当然，对，但是看到彼此的皮肤状况越来越好，对，就会增进彼此之间的情感。嗯，对啊，千万不要在家当小黄脸婆啊，对，要把自己的保养做到最好，这样。真的，没有丑女人，没有丑男人，只有烂，对不对？是，所以希望所有的朋友啊，这个刚刚有传授一点，西洋情人节快到了，也许除了送花、约会、看电影、看 Netflix 之外，送面膜也可以。对啊，送面膜，敷我们的心机制造所全新的面膜，感受一下。对，好，那当然今天呢，非常开心跟大家一起来分享我们这次的面膜年度代言人之外呢，也要再次借用大家的掌声，我要再次欢迎到我们的 Jane 和 Abby 一起来到我们的台上，好吗？欢迎，掌声再热烈一点。这么热烈。好，当然呢，我们邀请了三位一起来到台上哦。待会我们就要来进行我们这一次的心机制造所面膜代言人的启动的这个活动哦。那也请各位帅气的 pose 给我好不好？我们让我们的媒体朋友来拍个照啊，来看一下我们中间的镜头。哎，麦克风给我打开。好，我们中间的镜头看一下我们的媒体朋友。好，帅帅帅帅帅！好的，我们右边45度，展现一下，不管是男生敷、女生敷，你看我们的亚伦、看我们的 Jane 还是看我们的 Amy， 都是可以拥有媲美零毛孔的好肤质哦。左边45度，左边的朋友，有一个偶像团体的概念这样。待会呢，我们要邀请三位共同来为我们进行启动仪式哦。所以启动仪式呢，邀请三位帮我向后转，然后呢，我们就媲美哦，也是刚刚那个舞的概念这样，一起摸着我们 Adam， 不用摸到，对 ，walking， 我们就这样子比个 pose 就好。现场朋友共同倒数3、2、1，请启动。我们先看一下我们啊，左边的镜头这边很多很多的朋友，当然也很多的粉丝朋友，大家都很期待。好的，那我们中间看一下啊，我们中间也是有摄影机，还有我们前方的摄影大哥。
好的啊，我们右边有很多的粉丝朋友，帮大家谋福利了啊，好不好？我们希望。